用港币200几万就买到距离伦敦松温大概30分钟车程嘅单位，有冇可能？答案就喺伦敦十大通勤小镇之一嘅 Hemel Hempstead， 呢度被选为 Hertfordshire the happiest place to live， 能够以曼城楼价享受伦敦繁华生活，系唔少伦敦上班族挚爱。投资数据方面，呢区过去一年嘅楼价升幅高达12%，配合规模达3000万英镑嘅社区活化计划。令今次介绍的全新楼盘迪基更具投资潜力。项目是全新屋苑式准现楼，入场门槛低，一房售价仅由26万镑起，户户均连车位。单位配备时兴的恒温地板之外，更会附设露台或者花园。迪基坐落 Hemel Hempstead 的核心位置，步行9分钟可至两大购物中心 The Marlows 及 Riverside。乘搭 West Midlands Line 火车28分钟可直达伦敦松温 Euston Station。优越地理位置加上由大型发展商 Hill 打造，预计租金回报可达5厘，是投资者不能错过的投资机遇。我哋将于10月30至31号举办展销会，当日特别邀请咗英国物业律师 Joanna Yip 分享买卖英国物业的法律须知。英国回流物业专家婷婷亦会在场为大家详细讲解 Hemel Hempstead 的升值潜力以及生活资讯，立即登记啦！到时我哋会做足防御措施，等你睇得安心。